青龙会曾是天下最神秘也最强大的组织，近年来却成为江湖中血雨腥风的根源。青龙会残暴不仁，滥杀无辜，武林中人人自危。江湖总有属于强者的传说。20年前，少年公子羽白衣仗剑，几乎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，独闯青龙会，剑斩方荣香，火烧朝天宫，结束了武林多年的动荡，亦成就了他武林第一人的侠名。如日方中之时，他却飘然远影，从此成为不可超越的江湖传说。然而江湖中从没有永恒的安宁，一场更大的风雨即将来袭。四大盟会羽翼剑锋要如何将他们铲除？易如反掌。愿闻其详。要击败你的对手，第一步是了解他们。帝王州乃是盟会中之霸主，你要了解的是一把剑。此剑名为孤鸾，乃是为了纪念一位故人。自今日起，若有犯我帝王州者，必以剑斩之。万里沙是盟会中之侠者，你要了解的是一张面具。他以光明手段裁决正义，李某不惜以最黑暗的手段来做完我应做之事。韩江城是盟会中之智者，你要了解一种花。小时候，我和曲姐姐最喜欢在杜鹃花丛里玩。晴儿，江湖险恶，你要万事留心。水龙吟是盟会中之异者，你要了解的则是一个人。奶奶，当年被逐出唐门的唐兰姑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大胆，谁也不许提那个名字。不愧是武林第一智者白晓生。自盟各怀抱负，与其逐一铲除，倒不如留着他们相互牵制，彼此争斗。公子的意思是要铲时能铲，要留时能留得住，方为先生。好一个公子羽，好一个